请最会料理的方宇来好了。好，方宇妈咪，我跟你讲，怎么样？你们都是三下了。对，我呢今天就自备爆米花来了。哦，大家看到我这个爆米花呢，跟你们后面的长得不一样。哎，包装不一样。包装不一样，我的是 Kiki 拉拉，你们没有。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皮卡丘，哎，皮卡丘 ，Hello Kitty， 还有朱莉的，我是购物啊，还有 Melody 的，佩佩猪也有，对，佩佩猪也有，还有绿色的那个 Kitty， 我想要 Melody， 是不是很可爱？真的很可爱。所以每个口味是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然后你买了两，就是你买两罐呢，就会送给你专属。你看有史努比的袋子，我要买，我超爱史努比的，或者是很多女孩都很喜欢 Hello Kitty， 还有佩佩猪的袋子，哎，就有专属的袋子，你就可以送礼。然后每一种它不同口味，像你们那有巧克力呀、啊。有蘑菇啊，然后有各式各样。他说蘑菇牛奶巧克力。对，蘑菇牛奶。那蘑菇牛奶巧克力都有了。对，但是呢，怎么会有一个佛祖的声音？我先给大家试试，有一个口味很厉害，我心目中的第一名，你们一定要吃，就是这个焦糖口味。这个焦糖口味呢，为什么它很厉害？大家先看到它的长相，它呢是呈现有点像蘑菇状的爆米花。什么叫蘑菇状？你知道爆米花的学问很大，蘑菇状就它展得很好，就展开展得很完美，然后每一颗都很大颗。你吃吃看，因为它的焦糖是用那种美式的古法焦糖所做成的，所以你每一颗吃得到那种抓针法，硬硬的焦糖香，有没有？哎，对，吃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。对啊，对，这个而且它口感好酥，我觉得它有比电影院的还要酥。但是呢，我今天要来挑战创意料理的是我手上这个，这个是限定版，就是呢，它也不是限定版，缺货版本，我今天才刚刚收到，终于知道了，就是墨西哥辣味，哎呦，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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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呢，其实我对于就是我喜欢在家里小酌两杯，所以我对于做下酒菜还蛮有心得的。然后呢，常常比如说有一次，我就突然想说我要来做这个盐酥龙珠，就是炒龙珠。可是你知道龙珠如果你炒不好，那个腥味很重，你没有先做一些炸的动作干嘛，那腥味很重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龙珠你不觉得跟爆米花长得有一点像，有一点像，有一点像。拿它来取代看看好了，我可以吃一个原味的。你好会把零食变成，这是墨西哥，对啊，对对对，这是墨西哥辣味，这不是原味，墨西哥辣味。好好吃哦、喔！这一道料理也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有点像你去吃咸酥鸡的时候那种口感。嗯，然后火小一点，好。哇，葱，不，大蒜，哇哦，小心哦，它会爆。用蘸酱。然后辣椒。辣椒味道可以重一点，因为这道重口味嘛，就是下酒菜。然后大量的葱花，哇，爆香感，哇，好像在快炒店。对对啊，热炒店。然后就把就直接倒进去了，哇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真够创意的。下去有点辣，哇，我太辣了，我操！胡椒粉，加一点胡椒粉。好了，可以准备关火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最后很呛。最后这个是什么？黑胡椒粉。怎么哭了？所以稍微一个是胡椒粉，一个是黑胡椒。我辣椒加太多了，有点呛。好，呛，很呛。好，来来来，一样的，因为呢爆米花嘛，你就必须要让它不要炒太久，不要让它软掉，那个很脆的口感还是一样要留着。对，好特别，这样也很快，软软的。好了，这个真的非常的下酒，这个好适合下酒，对啊，配啤酒，就是配啤酒，临时天后，真的。好了，完成，好厉害，厉害哦！来，让大家看看，特写，用爆米花，哦，香哦，盐酥爆米花，哇，好像蛋了。还蛮像龙珠的，对。对不对？
这热炒店来一盘这个，好特别。来，赶快试一下。对啊，超香的。我觉得以后热炒店就会出现这道料理，有可能。Because of you， 真的。先开啊！哇，有搭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太来劲了吧！啤酒，辣的辣的，这辣的，辣的辣的。因为我刚才放很多辣椒，你们如果不敢吃那么辣，可以不要吃。敢都敢吃辣吧？可以。需要汤匙吗？哇，用这样挖来吃。现场那个味道超香。可以多吃一点。对，怎么样？它就是那个墨西哥辣味，本来就是味道比较重，然后你又用盐酥的口味去做它，然后好吃。刚刚大家有发现，我就是先加白胡椒，就是随意的撒，然后最后起锅之后，我又加一点点的黑胡椒，更加的提味。所以你有发现它的味道是很多层次的，而且你刚刚完全不用加盐吧？完全不用，它本身就咸咸，它本身就咸了。原本在吃的时候它已经很好吃了嘛，但是现在多了一个是刚进嘴巴的时候，就一个很大的香气会直接冲，对对对，冲进去，没错，就是那种炒的火候的感觉。健康的那个味道，对，香气，而且你看这道料理，想吃想吃，两分钟、一分钟就好了，就不会干嘛？是鸽子哦，好吃啊，不错，好厉害哦，这哎，这个已经，这个我想跟李姐要颁冠军给你了，光是创意就100分，也短行，而且又快速又方便又简单，真的，重点是我觉得爆米花本身就也很好吃的，我用这方法让它更好吃，好，恭喜鲍鱼。